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。要怎么走啊？